少祥哥，我听很多朋友跟我提过这家店了，我很早就想来了。谢谢你啊，少祥哥。客气。给。谢谢。 怎么了？请你吃饭还无精打采的？没什么。你就跟少祥哥说说嘛。有秘密了，让我猜猜，是不是喜欢男生了？跟哥说说啊。易然，你就跟少祥哥说说嘛。 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呢。那你说。其实呢，就是易然看上我们学校一个计算机系的男生，然后让人家来修电脑，但是人家有事儿没来。他是不是一点都不喜欢我呀？所以才没来。我的小表妹，对自己有点自信心好不好？以你的长相、性格、家世。 只要你喜欢，哪跟男人会拒绝你啊？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天才，他跟普通人不一样。嗯，他平时都不爱说话，都不怎么搭理人的。这么拽，叫什么名字？肖奈。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 就是那个什么智医科技的负责人吗？表哥，你知道肖奈啊？最近我爸想收购一家公司，就是他们公司。舅舅要收购肖奈公司？嗯，最近一直在接触。我爸打算拓展一下网游这一方面，给挑中了智医科技，大学生团队，价格便宜。那谈的怎么样了？肯定没问题啊，像这种大学生团队，有人收购就不错了。 难道还会拒绝？那肖奈也回去舅舅公司吗？废话，当然所有人都买过来了。依然，你可以去你舅舅公司实习啊。如果收购成功的话，你不就可以跟肖奈一起工作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表哥，你帮我给舅舅说一下，在公司安排一个实习给我呗。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去实习了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你和舅舅说一下，随便安排一个都可以，我什么都能干的。不是，你要安排游戏开发部助理。对，游戏开发部。是因为那个肖奈吧？我还真是有点好奇了，这肖奈是何方神圣啊？ 哪有眼光这么挑剔的表妹这么有好感？哎呀，表哥，你就帮我给舅舅说一下嘛！哎，好，我头都被你晃晕了。行吧，我帮你跟我爸说一声，不过不行你也别怪我啊。表哥出马，一定可以的。我觉得这个华敦就不错，给钱多还不管事儿。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研发团队了。 但是发行和宣传渠道还有所欠缺，资金倒是都有，选择带有宣发资源的资金更合适。那风腾或者网易呢？我觉得这俩公司也不错，重点是他们跟我们抛出了橄榄枝。那，真一科技不也不错吗？不是还约你了吗？对，他们总部就在帝都，我跟他们约了后天，然后下周去一趟上海风腾总部。正事都说完了吧？我跟你们说点八卦。 今天早上我去给孟依然修电脑，今天看见老三没去，我勒个了，理都没理我。老于，这个结果你不是早就应该知道了吗？啊，梅哥，可难受了，还是你的我好。哎呀，我是你能摇的吗？这事儿谈完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又不蹲宿舍啊？哪天你们把积累的挖起完了？ 我再回来，拜拜啊，拜拜！我不管，你暑假一定要来帝都看我。嗯。Hello，喂，Hello，喂，三
三只松鼠的碧根果和夏威夷果有没有一起下单的啊？我要两包夏威夷果。好嘞。啊！我们收到面试通知了。二喜，你一惊一乍的干嘛呀你？什么面试啊？真艺科技暑期招聘实习生呀！我帮大家都投了简历，我们进面试了。这么快就有了？待会儿再来一年。公司就是好啊，办事有效率，而且咱们宿舍的人全部都通过了，太有眼光了。面试时间是后天，周四，我们刚好没课。嗯嗯，面试地点是真艺科技会议室。哎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穿的 office lady 一点？开玩笑，我们是学生，当然要打扮的。朝气蓬勃，学生气一点了。而且人家招聘的是游戏开发部门的实习生，我们要打扮出技术宅风范才对。嗯，好，这个事情啊，今天就这么定，好吗？好。舅舅，依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舅舅这是不欢迎我吗？哎，欢迎欢迎，今天不上课啊？嗯。爸，依然现在啊可懂事儿了，在学校学习也特别努力，而且啊总嚷嚷说帮他找一个实习的地方。我一想，我们公司不在招实习生吗？就带他过来了。舅舅，你就让我来公司实习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在公司给舅舅捏捏肩膀了。哎呀，你要来实习可以，但我就怕耽误你的学习啊，否则的话你爸妈一定上门算账。舅舅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学习实习两不误。你呀，舅舅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一直把你当成自己女儿一样，有什么愿望没有满足过你啊？嗯，谢谢舅舅。那这样吧，你先给我当一段时间助理，等一下我带你熟悉一下公司的情况。好的，我一切听舅舅的安排。甄总，知一科技的负责人肖总已经到了。哦，那请他上来。哦，你再叫一下游戏投资部的李总。好的。儿子，嗯，你带妹妹到公司到处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哦，好。嗯，舅舅，我不走，我现在就要开始实习。哎，舅舅一会儿要谈正经事儿。我在这儿不碍事，我在旁边给你们端茶倒水，好不好嘛，舅舅？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，那我也留在这儿，我倒要看一看。哎，这，干嘛呀？哥，一会儿你就不要去了。人去那么多，挺奇怪的。我一个人去就好了。啊！哎呀，求你了，你就出去逛逛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那你说的啊。嗯。对了，我今天漂亮吗？漂亮。那些被子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随便用吧。李总来了。哎，肖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李总，你好，来这边请。来，两位请。甄总啊。哦，来了。甄总。哎呀，肖总啊，好年轻啊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来，坐，请。依然，我啊听了我们投资游戏部的汇报，对你们的项目非常感兴趣。对呀，我们甄总非常重视，安排第一时间和你们见面。谢谢甄总。哎，先用茶。